今天分享一些库存。这是深圳北站，在深圳的龙华区，它是中国铁路的大型口岸车站之一，每天大约有362趟列车停靠，这里可以通往全国各地。我希望有一天从这里坐高铁去新疆，下班时间高峰期的地铁里看看而已，看着好健康的样子，没买来吃。这里是家附近的环形树屋，在这里可以阅读、学习、喝饮料，这也是举办文娱活动的场所。时间是晚上8点左右，还有人在静静地看书。天黑了就没有拍它的外观，很多的画作与摄影作品都是以深圳的人文与自然环境为题材创作的。树屋就在这个小公园里，晚餐后来河边散步，走在清凉的微风里，真挺舒服的。夜幕降临，这座跨河小桥就会变换各种灯光。走到桥下了，巨大的电子灯光屏幕散发着热度。从阶梯走到桥上，散步结束，折返回家了。